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5号，星期一。今天我去山口县的下关市去买一些化妆品，然后去哪里我还没决定。我好久没有录影片，是因为打工太忙，所以我没有录。可是今天是休息，而且这个礼拜几乎休息跟下午班，所以觉得可以录。那等等见吧，拜拜。今天天气超好的。狗狗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老人家，哦，你太近哦，他已经十几岁了，老人家。好き何歳やったっけ？何歳やったっけ？13歳。おお。私13歳ね。好。バイバイ。先来一下来手了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刚刚买了很多化妆品，然后现在想用这个新的口红。买了就马上要用。
会更好。现在要去咖啡厅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是3:18，我们先回家，然后等爸爸下班。哇，好漂亮的大海！等爸爸下班，然后再跟家人一起去。我不知道去哪里，可是去的样子。对，那到家再录喽，拜。我回到家了，刚刚买的口红啊，真的很喜欢呢，满意，秋天的感觉，嗯。现在是快要4:00了，对，再等爸爸下班回来，拜拜。Try too many times to tell me you're done just getting by. Oh, can we fall back to place? Can we find another way? And maybe honestly, in another嗨，大家，爸爸终于回来了，现在要去泡温泉。我们到目的地了。嘉子峰路，我们泡完了，出来已经天黑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来到春香，这怎么念？春香远吗？哦，不会念。吃烤肉，耶耶耶耶！外面是满满的烤肉味。意外的很大，很太多了吧？
Hello， 现在是4:06，然后等一下有4:10的公车，所以我等一下赶快出门。对，然后下班到晚上9:00这样。对，拜拜。各位，我下班了，现在是，现在是9:05。对，然后我在这个门市岗车站等妈妈来接我。好，今天我是穿长袖的衣服，可是有点冷呢，风变大了，冬天了。那我回家再录哦，拜拜。妈妈终于来接我了，耶！现在回家中，对，我是用那个这个车子的前面的防晒，是防晒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用这个镜子照。好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到家了。等一下我去洗澡就睡觉。对，那这支影片到这里喽，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